今日一个人哦，在外面都无好好食饭，唔知会买一寡食的过来给你啊。我若是无用唔对，你即马应该有女朋友照顾你啊。阿伯你好，我叫做朱晴天。你好，多谢你照顾伊琳。对了，啊，这是小鸭哦，给你吃。哦，我先等你。哎，唔免阿伯，啊，你人拢来啊，你去坐坐嘛。请你来，阿伯，那安尼我就先回去啊，我阁有足侪工课要做诶，先来等啊。哦，你要帮我甲伊单独做伙哦，我毋知要甲伊讲啥咧。放我轻松啦，免紧张，自然就好啊。来，探小姐，这吼拢是你妈妈上爱食诶小吃啊。我想你甲伊的口味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我也无甲伊相处过啊。哦，是的啦，我无想遐尼多，无看你甲伊食啥，你甲我讲，我即马先去买。唔免啦。恁女朋友真水呢，你敢讲真好啊？我感觉伊应该是一个真温柔体贴的查某囡仔吼。你才见过伊两届尔，就知影伊温柔体贴吧？这都是看人的经验啊。人拢讲哦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一个人搁看怎安看本性，伊的眼神是袂骗人的。晴天的眼神，我感觉伊真真诚。晴天是我高中的时阵认识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我总是感觉伊对我若即若离，又袂着伊咧想啥。啊，不过上奇怪的是，我嘛唔知道要安怎讲啦。这种情节你阁想要忍哦？因声声句句讲爱你，话重视你，结果咧，后一秒就叫你去验 DNA， 太过现实啦。我记得头一遍见到晴天的时阵，是去家里出噶。那时阵伊予我感觉伊是一个真精明干练、真有正义感，也真威服你的查某囡仔。恁两个私底下相处的状况哦，我是无了解啦。啊，你感觉伊对你若即若离，敢会是伊变心吗？绝对不是。这五年来，伊对我的心意绝对无改变，这点我会当确定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你有啥物好烦恼的啦？这五年来哦，你拢是关在笼仔内，按我晴天是生活在外面花花世界呢。伊人哦，佫生了水，啊，六个人一定嘛袂少。按五年过啊，伊对你的心也是无改变。啊，这款查某囡仔是要去倒位找啦？所以哦，就算有啥物疏忽你的所在，你嘛莫想伤多，两个人哦，交往上重要就是信任，爱加看对方的优点，包容伊的缺点，安尼才行会久长啊。咁真正是我想伤多啊。听爸爸的话，幸福是有翅膀的。咱若是无好好爱护伊、把握伊，总有一天，伊是会飞走的。是搞这类火都袂赴啊！失去有方，是我这世人上痛苦的代志。自从你出现了后，我就甲我家己讲，一定要好好保护你、照顾你。我无想要等去失去你了后，才来后悔。哎，啊，不是讲哦，要以朋友的身份甲你开讲，啊，结果。我煞用四大人的态度对你杂念，为滴咯，你甲晴天一定会真幸福，我嘛会支持你，我绝对袂予任何危险发生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晴天，袂予这种代志发生的。安尼就好，
大家查某人哦，啊，家己保护，爸爸相信一定做会到。若是需要我支援的所在，随时跟我联络。是谁找你？是警察通知啦，讲明仔载要去银行讲贷款的代志。你要贷款？你若无钱来找我提就好啊，那就需要贷款啊。哦，你家己代志哦，家己烦恼啦，我袂逼你哦。不是我要用钱啦，是最近有光天叶子要进驻橘子山，啊，不过若是成功啊，造成的污点是无法度弥补的，所以我则想讲要争取一笔贷款，让遐急要用钱的农民，袂因为欠钱。就甲手头的土地卖掉啊！真好，真有正义感。那呢，我陪你去啊。上无，我会当替你看头看尾，做你的白骨啊。我甲你讲，我五姓太这三个字也是真好用的。哎呀，够开讲啊！啊，物件拢无顶当着。来，进去，趁小金吃对。我永远都无法度放袂记，是你介意人手，害姚邦无机会陪伊连大。因为恁两，害伊连自细汉就爱世界流浪无人照，是恁两个毁掉我原本可能有的美满幸福的家庭。即摆伊连倒来，我痛苦的就这么结束。对即摆开始，我尽全力保护伊连，谁敢欺负伊，伤害伊？我绝对用命跟伊拼，你有听到无？万条我，主席，就参像万条我讲安尼，你若因为要听我感到为难，我袂怪你。真好，就算我做了伤害不该的代志，你嘛感觉真好。我敢若知影，你是伫做对的代志。既然是对的代志，爸爸哪有理由无去支持你？咱家最后无钱也袂要紧啦，你嘛唔贪失志，嘛莫甲迄万条万的话哦，放伫心肝内。你只要坚持你的理想，剩的代志，爸爸来代管。